在今天来论坛我个红光这起格山我在了金国的来你请火龙祖师火龙祖师来势汹汹武林到来侵达金国地图但是今天的来红地出我到横街里了解原来帝国竟然也把机兵来还你真正该带来吃，啊！用囡仔哦，自细汉咯，啊，来这个环境大汉，你就知影。
你真正要转型做酒店的？你讲我的志愿就是酒咖喱。我不管，两个酒咖喱。安尼我输你有较济，放心，我当当有想，叫这拢退下去吧。